羽球好手李阳王麒麟四号替台湾夺得奥运金牌之后，今天准备搭机返回台湾。王麒麟女友陈诗媛一早就抵达桃园机场，准备迎接男友凯旋归来。来听一下稍早访问。今天大概4点起床，对，然后因为昨天还有球赛，所以回到家其实已经很晚了，然后就有点紧张，都睡不太早这样，然后就直接来这里。我希望就是这是他属于他的荣耀时刻，希望大家把焦点放在他身上，因为他们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。然后我觉得这是属于他们很光荣的时刻。陈诗媛表示没什么睡就直奔机场，要来迎接男友。而被问到会不会期待当场被求婚，他只是希望大家把焦点放在李阳和王麒麟身上，两人一路走来的辛苦他都有看在眼里，而他也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给男友一个大大拥抱。